啊，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就是像那种初恋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提到初恋，就是感觉那个画面就是他们那个画面，刚刚那个画面，对，就是天空是非常非常蓝的，然后温度也刚刚好，不冷又不热，在一个特别干净的夏日的下午，吹着那种风。我记得我初恋的时候是，对方是我的网友。然后有网友见面约在了一个中西餐厅，反正在我的印象里，他回头的那一瞬间是有一道阳光洒在他的脸颊上，然后我觉得哇，这个男生怎么可以笑起来这么暖，我天，你这是电影吧？不是不是，是因为是很美好的，所以你会加很多很多的画面。有交往下去吗？有，后来就是有交往8个月。记得这么清不好，早点忘掉好不好？就是一个刻骨铭心啊！不要这样说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海涛不会介意的。你会介意吗？难道这描述的这么细致是有点那什么？真的 OK 的，我也跟他说过，因为谁没有曾经嘛？对啊，是啊。但是不要描述，真的建议大家有是有的，不要描述。可以说，不要说细节就好。对。那把我那段剪掉。